们手上有500克拉的钻戒，我们要看哪一个区域越嗨的，我们就丢给他。幸运得主是谁？好，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将你的目光移往到我这边来，我们来掌声欢迎立法委员吕立伟，立立会长，立伟好，欢迎您。我们老师先等一下的时间呢，我们请立伟跟大家问候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欢迎立法委员吕立伟，我们请到这边来跟各位观众朋友来问候，谢谢。好，这边请。谢谢今天的主办单位，我们林潭坡的林潭坪的人文促进会的孔会长，还有我们徐艺术徐言在场的，还有我们东会的村长代表，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首先要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。我们情人节是在七夕，也是在这个七夕的神话中，就是说牛郎织女的相会，也就是情人的团圆。所以玉林希望在场所有的乡亲，在你的身边现在有结婚的或者是有对象的好朋友，在七夕的今天一定要送给好你身边的这一位对象一份礼物，就算是一个拥抱也好，把你心中的情意爱意关怀说出来，珍惜眼前的人，把爱说出来。所以玉林非常的高兴来参加今天的活动，也要祝福有情人现在正在恋爱的人，通通能有情人成眷属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，谢谢。谢谢立伟，请留步一下，谢谢立伟亲自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共度我们的佳节。现在主持人这边手上有一个500克拉的钻戒，今天我们的立伟亲自的来莅临，我也要将这个500克拉的钻戒，不要告诉我们的陈市长啊！好，这一颗500克拉的钻戒来送给我们的立伟李立伟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我们立伟请回座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。我手上还很多，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手上比我还多。待会我们要看我们在乐团演奏表演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哪一个区域很嗨，嗨的话。我们待会就发给你们了。好，我们法爱老师这边正在调整当中。法爱老师 ，OK 吗？哈 ，OK。好，刚刚讲一个两个的哈，有一次哈，我在开车啊，车上啊哈，警察就来说，你车上有酒味哦。结果那个原住民说：“哎呦，警察伯伯，你不要吓我呢！我明车上明明就两位，你跟我讲有九位啊！”好，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法爱老师跟新希望乐团，掌声鼓励。